速战速决！！还不选点你擅长的吧？这徐念乒乓球也这么厉害，这还比个球呢？我忘了，气球也是球。徐念念是要上清华北大，你自己不想学习就算了，可是你不能影响别人。行了，这回不算你输。我就没输好吗？我要是认真起来，你觉得你期末考试第一还能保得住吗？戴上发卡都有自信了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